好好好，你快点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都过去了啊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嗯，行。老板，你签个字了吧？啊啊啊！行，放这儿，放这儿吧。嗯。嗯。这里干净了。扶手啊。我不。不是，你快点。是老板，你签字啊。啊啊，行，麻烦你坐等一会儿啊，马上就签。快签，我着急。不是你这样，我怎么签？你用左手签。不是老板，你练左手字了？啊，那个用左手签字好看。嗯，是挺好看的啊。行，东北你，马经理内心嘲笑死我了。嘲笑就嘲笑呗。不是你快点啊！算了吧，我觉得网上最近吃胖了，我不摘。不行，我还没给弄好呢，不行。哎，我有了，你用这个。这个啊。不行，我害怕。哎，你怕什么？没事，我手放这儿呢。这敲我手怎么办啊？不可能，去，放心，听我，听我的，我数一二三啊，嗯、来，一二三。不行，我小马，你就是我妈给我的传家宝。妈，你来了。呀，妈，你来了，妈。想喊什么呢？小马几天不见，怎么瘦呀？注意身体啊。阿姨，你几天不见也变年轻了。这要是出去还以为你俩是亲姐俩呢。你给我嘴滑舌啊，人家那叫嘴甜，跟你似的天天板着个脸。你别要好话，你快坐吧。小马坐吧。老板你坐，你坐。小马坐。我不敢不敢，阿姨，老马在这儿我哪敢坐，这是规矩啊。谁定的规矩？这是我让你坐，开始敢说啥？我没有。行，那我坐吧，我坐。真是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我站着吧，你别打我。你干嘛？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啊？哎，小马，抽上这个茶。哎，谢谢阿姨。哎，老板，茶不热了，你喝茶。不是，你要干嘛呀？哦，你哪儿不舒服了？来，我给你捶捶，捶。老板，你要干嘛呀？哦，腿也不舒服啊。行，捶。你快起来！你不行啊，你捶捶都是这么熟。你没事，阿姨，我都习惯了。习惯什么呀？那就过来。咋了？咋了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等我妈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啊，什么？老板，你要给阿姨买荣耀X40啊？真的、啊、哎，老板，行，还是小马对我好啊。来，小马啊，做阿姨啊，悠悠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？我没有啊，妈，我是真没有。没有，他是老板，你该这样的。哎，妈，那个别扭，你干什么呀你啊？你有没有那女孩的样子啊？以后我的嫁人啊？哎呀，妈，我跟你讲，他是装的，他平常人不是这样的。妈，我要是什么不懂啊？你看被小马欺负什么样子了都？没事，阿姨，我在公司苦点累点，只要老板开心就行了。你还看人家，只要他开心，我就能少扣点工资，要不我连饭都吃不上。我什么时候扣你工资了？还扣人工资？赶紧把钱还回来！我没有，真没有。阿姨，你真好，不是妈，你是我亲妈。以后他再欺负你啊，你告诉我啊。哎呀，妈妈。哎，老板，你走吧。门关上。关门？快点！什么事这么严肃啊？来，我问你，小马。平常都给我加多少钱的玻璃水啊？不是，老板，你怎么突然问玻璃水的事啊？你别管，马经理可是30年老司机，他告诉我了。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不是，哎呀，老板，我承认我是确实有点财迷心窍，我不应该这样。我，你离我远点。啊，到底给我加多少钱再说？400。400。啊，妈，明明有1000的玻璃水，你给我加400？多少钱？1000呢？马经理他媳妇儿每次给加1000块钱的，你给我加400的，说我不配吗？去，你早就说我应该加好点，所以这就加1000的。不是，你给我回一遍啊你啊！你捣鼓什么呢？啊，没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担心早晚要出事儿啊。的确早晚得出事儿。来，我这车得买马经理好几辆车吧？就是啊，他都加1000的玻璃水，你给我加400。如果这车坏了，是不是得花10几万修啊？这损失不大，那事儿不就多了吗？是。所以来。赶紧的，去给我加去。对，老板，我知道有一款那个3000的玻璃水特别适合你这个车。3000的？对。行，去给我加3000的。行，给你。快，400的给我抽出来啊！哎，好，老板，我说的好。看着他，马经理。哎，我看着他。别给我偷工减料。行。走。他走了吧？来。安心。闭嘴，坐。舒适。行啊，那个你手机呢？我手机在包里啊。
去，他肯定不承认。学着点，看我的啊。王经理，怎么了，老板？啊，我给你打听个事儿。啥事儿？咱公司高经理人品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表妹单身，我觉得小伙挺好的呀。哎呀，小高啊，人品不行，太小气。这样啊？那我问问其他同事。老板，我呀，我也单身。马经理，你这一表人才，你也单身呐？对对对对。那我表妹太适合你了，是吧？我给你问问。你快问问。行，对对，正好我给你联系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对对，刚才你走着急，手机掉我这儿了，我帮你捡着了。你看，我说还得是马经理了，是吧？拾金不昧，今年公司拾金不昧奖就颁给你了。是吧？我打电话问问他。你快问问。行。喂，表妹啊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，我们公司马经理啊，那一表人才，跟你也太合适了。啊，行，那咱们就约下周一，行吗？哎。行了啊，我表妹说下周一怎么样？这行，这行。我先走下去，给我舅舅妈去买点好点好烟呐、好酒啊什么的。你不用，我有。你看看，都准备好了。这样不好吧？那我先走啊。行，下周一见啊。等一下啊，老板。某个人要等到天荒地老喽。啊？啥意思啊？啥天荒地老？不是啥呀？你今天给我跪好了！我告诉你，小马，你要以后再给我装模作样，你看我怎么收！我看过去！哎，好。不是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看看你啊！能，你过门进来。姐姐来了呀！你快脱鞋来！怎么回事呀？一会儿我给你倒水啊！现在都是男女平等的社会，你怎么让人悠悠一个人干活呢？我可是听说人家可是个老板的。不是姐，那平常都是我。你什么你？别干了！没事姐，我就算是一块儿了，我这是一块儿弄完就行。过来。来姐，你坐，我给你倒水喝。啊，站着，我是你一个人干的活吧？快坐，我给你倒水喝啊，姐，坐。你。哎，老弟，你这家庭地位可以呀、啊！那是这么优秀美女老板在哪找的？聊什么呢，姐？这么开心啊？那聊咱俩怎么认识的呢？就这么优秀，平常挺忙的吧？嗯，是挺忙的。对，真够装的。哎、姐，你项链挺好看的，给咱买的呀。挺装的，看我怎么拆穿你。行。姐。姐，中午是不是没吃饭啊？没有呢。那个中午你就在吃去了，悠悠做饭可好吃了呢。是吧？那我可得好好尝尝。那个小姐，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？我什么都吃，不行，你做什么我吃什么。我先上个厕所。行。不是故意的啊，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做饭，你故意整我是不是？是你先演的，我帮你演，这会知道做家务的辛苦了吧？行，我等着，你看会怎么收拾你，我告诉你啊。那个。怎么停水了？好像 姐，你都听到了是不是？家务都是我做了，对吧？哎呦，我突然间想起来，我家里头门没锁，好像我啊，不是姐，你不吃中午饭了？姐，你等会儿再走，姐，不是姐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，姐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自己解决。不是你走了我完蛋了，姐。自己事自己解决，再见。不是姐，嘚瑟呀。啊，故意整我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帮你，你的家务，不是，老板，你放开。